我们跟师父聚会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道。师父说大家都念佛，可以消灾免难。前几天凤州有个几位同学来看我。好，前几天福州有同修，有几位同修来看师父，我就问他，师父就问他，福州是不是没有灾难？福州是不是没有灾难？他说是，他说是的。为什么福州人都念阿弥陀佛？因为福州人都是在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大饭店的招牌起了作用。阿弥陀佛大饭店起了作用。招牌起了作用。招牌起了作用。所以大家通通都念佛。所以大家通通在念佛。他告诉我今年很多个台风到福州就转向。因为福州有大台风都是在转向了。因为我们念了阿弥陀佛，佛光普照，福州就转向了。知道了，福州就转向了。希望我们大家都念佛。希望我们大家都念佛，师父希望我们大家都念佛。香港也没有灾难。香港也没有灾难。念佛就没有。念佛就没有灾难哦。一定要记得念佛。我们。一定要跟师父聚会，在西方极乐世界见。最重要的，我们的机会就是，我们的跟师父在聚会啊。我们跟师父聚会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道。我第一个报名。我也第一个报名。我也报名。排第一个了啊。我没有事情做我就往生。我没有事情做我就往生了啊。现在还有事情要做。师父讲现在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任务没完成。我还没完成。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谢谢吴居士。阿弥陀佛，阿弥。陀佛，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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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